说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啊及后念，念念呢不被啊愚迷染，这个前念后念今念啊都不被啊愚迷染，从前所有的恶业哦愚迷等罪啊悉皆忏悔，愿呢一时消灭。哦，所有的恶业呢愚迷这些罪啊，我都承认，我都忏悔。哦，愿呢一时啊消灭，永不复起。那么弟子等从前念、今念呢及后念，念念呢不被啊骄狂染，从前所有的恶业、骄狂等罪啊，哦悉皆忏悔。哦，愿呢一时消灭，永不复起。哦，所以那个重点呢，都是在永不复起，不会再去犯，不再做了。弟子等从前念、今念及后念呢、啊，念念呢不被啊嫉妒染。哦，从前所有恶业、嫉妒等罪啊，悉皆忏悔，愿呢一时消灭啊，永不复起。所以哈、哦，我们了解哈、哦，这个啊最。重要啊，就是愚迷、骄狂跟呢嫉妒，这个我们众生呢最严重的哦，就是这三个，愚迷，然后呢骄狂、嫉妒。